看到哈。有，我现在看到那两颗星星了。嗯。那个两个斜掉那两颗星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点尾巴，你现在已经比刚才还暗了。可是现在我才看得清楚，那两颗跑出来了。你说那个那两个斜的跑出来啊？那两个跑出来，我刚才没看到。哎、啊，你有看到彗星的吗？有啊，就是有点。有点尾巴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头上有两颗星星。那两颗已经在这里。比较亮了，然后，那两颗星星比较下面一点，然后左边一点就会有了，有了尾巴的彗星在，那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哈、哦。有看，现在高度又往下一点，对。刚才我看的时候，这两颗星星在很上面。所以现在整个高度又往下，等一下就不见了。